压嘞压嘞，挡不住的大战争。今天要分享 BQ 的一关，眼尖的人会发现这关之前就出过了，我只是想把那关做得更完整。回归正题，这关是以前的一位观众朋友提供的模组，这边要介绍一下主要敌人的能力以及特殊属性。名称：晶体让是土挠猫，体力400万，攻击力400万，击退次数400，公平45.03秒，范围攻击-200到-4300，能力攻击力下降无效，暂停无效，缓速无效，打飞无效，波动无效，猎波无效，古代诅咒无效，产生一个结晶体。属性：结晶体。特征：生成一个结晶体，功能似于核弹，死后还不放过我们。一星蚂蚁，待会直接就能秒了。注意看，当土挠猫死掉时，有没有看到这里？它的能力这是，总之就是待会会爆炸，攻击力也是400万，碰到基本上必死。3、2，要爆炸了。